哇，拉萨在这个议会厅刚刚发表完演讲，啊，我们跟着他上办公室，啊。英语呢？现在我们来到一个雕花玻璃的 Revolution， 1760年，然后一直到后面美国成立，这是原来的。应该是最早的几个州吧。看一看细节。可以回过头，哇哦，回来还另有一番洞天。确实做得非常气派啊。这边是 member only， 好，这边我们就不能进去了。那我们还有 viewing room、 house gallery、 senate gallery， 还有几个 gallery 是可以去看一看的。你看看，这个是 governor 州长，1900年，我天，这个是谁的雕像？The color， 对，1918年。OK。这是1861年 Belmont in his own history is of the April 四月初的决定是 of the own Lexington 啊，这就是啊，这就是我们昨天在 Lexington 看的打响第一枪。哎，好在意哎。啊，这是1897年、1898年的州长。OK， 这样子我们回过头看一看完整的这一片。